做一個地方的領導呢，首先你對這個地方你有沒有心，政治立場不同不要緊，但是你要對那個地方有心，你有心你才會發揮到你的力量動力去做事，所以有心啦，你的政綱就是你自己的理念啦，你的願景啦，然後就是你的班底，一個人做不到事的，是要整班人同心合力地去做的嘛。咁你最理想嘅就係你個班底唔單止係嗰個政府裏邊嘅班底，你立法會裏邊都需要你嘅同道人，你喺社會上都需要人民嘅信任。